有一个人问，啊，你们天天念经拜佛有用吗？啊，一个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请问你们家里有没有雨伞呐？是否每天都用啊？家里当然有雨伞咯，但是不是每天就用了，下雨的时候才用了。对呀，如果你家里没有雨伞，那么下雨的时候难道你再出去买吗？那个人说，那再买不就晚了吗？是啊，不要等到人有灾难的时候你再去拜佛念经，那也就晚了。